主料，干乌梅15克，干山楂15克，桂花5克，辅料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干乌梅油、干山楂、桂花、冰糖适量。把干乌梅和干山楂全部放入小料包里，放入锅中上火煮。下火煮20到30分钟，放入桂花，关火晾凉，放入冰箱中，风味更佳。烹饪技巧，喜欢冰镇的要少喝点，以免是肠胃不舒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